环球旅行社，你好。武汉肺炎疫情延烧，旅行社退票电话接不停，尤其是预计飞日本的旅客更是人心惶惶。打开廉价航空官方脸书，向退票的留言刷整排，因为部分退票手续费是100%。有网友说，日本疫情扩大，请正视消费者权益，请提供退费或延期方案。还有人骂日本这次的防疫真的做得有够烂，还有人说已经开始有旅游警示了，拜托协助退费或改期。因为这样子就花了钱，然后又不能去，可是因为那个病情很严重，又怕被感染。就觉得很衰，就防疫优先啊，对啊，所以该退票就退票啊，当然会，不过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台湾人爱日本，2018年赴日人次冲到482.6万，2019年预估突破500万人次。不过目前外交部的旅游警示，日本还只是第一级，提醒民众遵守预防措施，但就怕当地出现群聚感染。日本已经出现很多例。感染者找不到感染源，包括医院里面也找不到感染源，医院有两个医生已经被感染了哈，这个情况代表这病毒已经进入社区了哈，那所以日本目前处于一个相当危险的阶段哈，如果它控制不住的话，它就变成社区爆发流行了。就怕日本疫情控制不住，或是真的出现超级传播者。外交部强调，未来会视情况和指挥中心讨论是否有必要提升旅游警示。还得要跟专家讨论，毕竟台日关系也是考虑的因素之一。三圈陈院行清台报道。